不要让韩流越来越嚣张，华流才是最屌。Hello， 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们会说中文啊？啊，是的，我会。我刚才拍了一张照片，想送给你们。啊哈哈，我喜欢。你们是哪个国家的呀？啊，我来自卢旺达。非洲卢旺达，非洲卢旺达，哦，我是印度的，印度的，是的，哦，我来昆明已经三年了。你们是留学生吗？是的，是的。我感觉你们说的中文都挺好的。没有，谢谢。那你们会不会说昆明话？咋会？经常说的，去哪点？你甩米线？甩米线。啊，学到昆明话好笑。昆明的天气。跟我们自己的国家差不多。差不多。是的。为什么会想着穿汉服呢？喜欢。喜欢。很美啊。很美。是的，我觉得很好看。那你们毕业之后是考虑留在昆明，还是回自己的国家？我还是挺喜欢昆明，如果有机会，我还是想留在昆明吧。我也跟他一样。中国挺好的，中国离开的嘛。我觉得中国挺好的，如果有机会留在中国。要不我给你们拍一组中国风的那种写真，可不可以？可以的。可以吗？可以的。OK，好。三二一。